今天呢这一集会是一个很刺激的 content， OK？ 我现在就要打给多玛多，他刚刚已经打给我了，我现在先打给他先，因为现在真的很紧急啊，现在过去哦，从我家里哦 ，OK OK。待会打给多玛多，我跟他讲，我现在就要过去小梁的学院，然后我再给你们讲整件事情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 ，OK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羊。我们很久没来弄我们的老板了，就是这个多玛多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昨天呢剪片剪到很迟，然后我们就 meet 好，今天会在小梁的补习学院再 meet 多一次，然后把他的 energy 呢剪出来。我们本来是 meet 六点了，现在已经是6:47了，所以呢，他刚才有打给我，就是你们该看的画面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是要过去小梁的学院了，然后他该语气不是很好，他该打算他讲。到几点了哦？你还不要来啊？他讲这样，今天你要剪到几点哦？他的影片呢，我早就已经交给噔噔小黑羊去 edit 了啦，所以根本完全不用我去下手来剪了。今天我要讲 prank 他，我就要看他耐性有多好，我就会放他飞机，我会跟他讲哦，他已经过去了，然后他到了是不是？我会让他一直在那边等，一直在那边等，然后我已经串通好小梁跟阿春在学院那边帮我 set cam 帮我拍画面。我们今天呢就要弄到他生气，我们才敢愿。今天我们再来看多玛多这个番茄的耐性到底好。好不好？你们再就看小梁那边的画面啦，交给小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春。今天呢，小白羊就找了我跟阿春呢，一起联手起来 prank 多玛多啦。他找我们八干啊！可是呢，我们想了一下哦，多玛多的感觉哦，他应该不会上当，小白羊就会上当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计划呢就是反 prank 他。iPhone 又是你啦，那2000块又是你 ，Scooter 又是你，哪里比你比较好？怎么录？刚刚呢，小白也是打电话给我们两个。啊，对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就会跟你讲，我要到了，然后可能到九点过的时候，他就跟你讲，我很累，我要在家睡觉，不用来，他就要弄你堵了，他就弄你生气了，还要考验你的忍耐度了。所以等下你又看你自己讲表演啊，我什么都不用讲啊，就看你讲表演就对了。刚刚6:30的时候就跟多玛多讲我已经要到了，然后他很早就到 office 了，在7:10他已经等了40分钟了，然后他现在也没有再打第二通电话来，现在我就要过去小梁的补习学院楼下，我会找到先，我不会真的在家里待这么久然后那时没才过去，我会先在楼下，然后一直跟他讲我还没有到，等他真的突然了他生气了我们才上楼。我就跟小梁讲，就感觉有点兴奋这样，我肯定兴奋啊，这么久没有录了。小白你这个叫做什么的吧？百命一疏。你以为你已经安排好好了？错了，我现在在想我要怎样弄回你。我们先想一下战略先啦。我要给他难拍这个影片，整天弄人，懂吗？我要给他定 out of the box。OK， 我觉得可能他讲，我完全不要找他，然后他到九点没有来啊，我还是不要屌他。然后他到他九点哦，他讲哦我没有来啊，是不是？他讲我没有来啊，然后过他讲我要回家睡觉，这你会用？好，这样 OK 哦。他就不懂他想继续有吗？突然会生气了没？我们看他那边讲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。OK， 我现在已经到了小梁复课教育的楼下了。小梁就拍给我看，你看他讲哦，他讲他好像没有什么堵拦呢。然后懂吗？都该在过来问我东西，调理他先。OK， 现在小梁叫小梁哦，讲讲拍一个我的这个画面，讲说这么小梁还没有来。OK， 小梁你就点这个画面，我看你怎么剪啊。来，三动三 ，3, 2, 1 ，Action！ 哎，春小白杨哎，真搞我的员工红卡，给我带，给我带。开就等，应该是在做东西。如果他在车上开始等的话，他就是在那边拍。你看啊，小梁哥给了我讲这个了，没事做，妈的根本在 prank 自己。可怜的小白羊。
现在我们去吃饭，你在车上继续慢慢等那哈。懂吗？多外是要叫小他们冲洗，我们赶快先把车移走先，因为我觉得停隔壁太危险了。等一下懂吗？多接下来看我车是狗了，我们停远远。懂吗？多在库里面问，听他讲吗？不要理他，他讲什么我们都不要硬就对了。OK， 我们已读他喽，不要硬。已经一个小时了，现在刚刚我是六点半跟他讲，我已经要到了，现在七点半了，他完全没有信息，怎么这次好像鬼来？已经不要八点了嘞，怎么还是没有感觉？我被反骗了噻，今天是要骗我噻，骗我一整集都坐在车上等噻，都没有感觉，平时已经打来了啊。哇，这等到我要睡觉啊！哦，没有看过有人耐心这样好嘞。哎，这个人真的我没看过，耐心这样好搞屁咩？我老该生气的时候。就要生气吗？九点了，你们自己看。怎么都还是没有打给我？不能不要打耶！哇，很险啊，真的很闷。你看，看，怎么都他们在后面，怎么都他们在那边。我不小心把车停在对面，哇哇，刚刚怎么都他们从我对面走过耶？他们上楼啊，他们上楼啊，他们刚刚从楼上走下来，然后。我直接马上躲下去，哇，差一点又穿帮了，懂吗？因为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顾客教育楼上了，所以我就停在奥迪这边。我的心脏很跌出来耶，差一点这个 plan 就没有得玩了，懂吗？傻逼怎么样？在他的车上已经等了两个小时多。刚我们上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车，可是我不要屌他。为什么要停在楼下？他停在我 ODD 的楼下，他以为我没有看到他，这样我们不要屌他。他喜欢病吗？我们就给他病住哦，反正我们。做人要厚道一点，不要拆穿人家嘛，对不对？那就给他拼哦，喜欢拍 prank 是吗？啊 ，prank 啦！啊，你继续在那边等，我十点都不要打给你。哇塞，这个人真的。要九点半了。讲真的，小白羊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白痴来的。正常我们约东西约六点，到九点半那个人都没有 call 你这里来，是我都知道是反 prank 啊。你还可以在楼下在那边这样等，厉害。其实耐心最好的是你。哎、我都打了，懂吗？都打了。喂，哎，你还没来啊？有啊，我要来哦。OK。啊 ，OK。不要这种话，别搞啊，别搞。他讲什么懂吗？他讲哦，对，刚才打给我，我跟他讲我要来了，现在开始给他等，他很淡定。谁在等呢？对，我都跟你讲啊，不要玩这种 prank 不好玩的，你在下面继续慢慢等，你自己再继续在那边给搞了哦。人家阿旺久久上来一次，笑你笑烦了。我来到这边等了阿旺来，然后跟我们在吃了，然后我回来继续在这边聊天，他还是在车上。你看我在微信，我跟他们讲的东西，你看，我讲他如果读了，明天我们就去火爆国庆祝了，哈哈哈。他讲可以，先谢谢你哈，阿卓也谢谢你哈。他讲我现在要来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多半个小时，他就会再打电话问我。假厉害，假厉害 ，OK， 那你多半个小时是，我多一个小时我都不要打给他。我看这个 content 他可以拍，可能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。OK， 现在我要出绝招啊！我现在打给小梁，因为他已经吃了。喂，啊，怎么？梁在，他现在很穷哎。在哪里嘞？我现在在我考的这边，他在考试里面。然后他完全没有感觉嘞。他应该是没准备。现在要出招，我现在要出招，对哦。你直接打给他，应该是想睡哦。我叫你赶过来。就看一下那个失落脸，就他手背手来慢。我看他突然。他有一点点，但我看他很闲，直接在跟他电话嘞。然后我上一天过来，我过来我就 text 他，我跟他讲我要睡哦。然后你那边就 roll cam， 我看他会讲。OK， 我现在已经在 roll 了。OK， 你快点啦，我跟你讲，你跟我讲你要睡是，我就跟你讲哦 ，OK， 你去睡。可困啊，睡久点啊。可怜他了。我看他要怎样拍这个东西，完全没有感觉。小梁讲他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是我的车，这是我的车，我就停在隔壁。啊，小梁啊，小梁，喂，什么状况现在？现在我在聊天。啊？等下，有反骗吗？没有啦，反骗吗？他这样去嘛，反骗会打给你啊。这样我现在跟他讲，我不要来哦。啊，你不要紧。喂啊。啊，怎么？你在学了哈？废话，我在这边这样久了，你要我在学了？我没有来哦。喂，我有点累啊，我要睡觉。OK。
啊，叫我不要来啊。嗯，拜。OK OK， 拜。鸡巴没有反应，这么强。做完了，整个做完了。算了算了，生气生气。喂。你怎样回去？他完全去了今天。OK， 那我跟你讲，那我跟你讲，要跟你讲，放松。你是那个？没有，今天哦，本来是要弄你的，我们面六点半哦。然后我就要给等等等等到迟迟，我看你会堵了，我来等你再去。没有懂啊，我懂，你要给我等啊，我就给你等哦。你在西安在车上不是？我就给你等哦。你有没有傻脸？你有没有傻脸？哈？你有没有傻脸？你打这两个人跟我一起，他们是我的亲信人啊，你懂没有？左右护法，你有听过吗？啊，傻逼！我跟你讲，你喜欢在车上的，你就在车上咯，对吗？帮你算了，他等下我可以走。你懂他该问我什么？哎，你是个有一个傻傻脸。有没有人这样傻脸？对啊。OK， 你看啊，你想看，你要骗我吗？我等了你五个小时，我一通电话都没打给你。对，我刚刚讲。OK， 你讲吗？可是你没有想吗？有人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没有，有没有人这样？有没有人这样？有没有人这样傻 ？OK， 其实我明天是要，不要吵。哦，其实我明天是要赶片的，我就来下来有点剪片。可是他喜欢玩吗？我陪你玩哦。啊，好玩吗？太死个累，没有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我在无意中哎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要给你们这些观众知道，拍 prank 你以为容易啊？啊，还要拍吗？喜欢吗？没事啊，没事啊。聊时间，聊在车上吹冷气，然后车还停在 ODD 楼下，怕我看不到，我都不要屌他。奇怪，哎，拜拜了，拜拜拜。昨天晚上哦，我们去玩那个 Energy 那个时候，我就回家嘛，我极担心我半路遇到贼，你懂吗？因为你懂我的整车，我整辆车的东西加起来，很大的东西加起来应该有20000哎。